嗨，终于走到这附近了。刚刚从那边远处那边走过来，慢慢走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走到这边。然后看到一颗石头，哎呀，不知道好不好。好的话就来拿去洗一洗，一只手看有没有办法撑起来。哇塞！哦，纹路看起来还不错哦，看起来还不错，这个纹路是碎啊，给大家看，亮个光给你们看。这样子，这看起来像是水洗的，因为这个在河道里面，所以这是会有水一直冲它，所以它会比较漂亮一点点啊。虽然它是扁扁的，但是还算可以。好，这颗看起来不错。啊，果然。来这种大家比较还没有驻足之地，好，还没有踏过来的时候，这种地是最好的，就是还有机会可以找到什么什么来着，好，这样子啊。如果大家都踩过，可能机会渺茫了。好，然后今天水少一点，然后看起来要不下雨的哈，那天气阴阴的，蛮凉的，蛮舒服的。今天还不错，然后找到了这一颗，还不错哦。大家感觉呢？在下方帮我留个言，感觉这颗如何？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带吗？好吧，在下方帮我留个言。好，我是石老师龙哥艾伯特，等一下要去找个石友说今天早上捡到一颗白皮，好，非常大颗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可不可以借我拍一下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我是石老师龙哥艾伯特，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关注，然后分享哦，待会见，拜拜。